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战地风云一》。想你喝，它好像坏掉了耶，完全没有反应了。OK， 先走这边边好了。我去拿野战炮好了。哦，好惊险！可以对付他，顺便把那台车也轰了。他这个操作怎么好像怪怪的？方向反过来。OK。杀掉了！这指挥官到底怎么当上指挥官的？拿枪对着坦克一直打，应该还有另外一台，有另外一台敌对的轻坦。杀掉了没？是没有光了。
天好像快亮了。先把野弹炮解决掉。有点远，不太容易命中。到底炸爆了没？我打太高了，啊，炸掉了！刚刚可能都没有击中吧。拿到星坛，他们根本就不用玩了。有人在开枪打我，有可能是那边，真的。情感真的太开心了，赶快把信送一送，去下一个地方，去吧。A single order wouldn't be enough. Ottoman protocol required the message to be received in triple before the train would acknowledge it as genuine. 超高的安全等级，像三封一样的命令的信。我到了，开好久。这边看起来没有看到什么比较高危险性的目标。喷火兵吗？喷火兵也还好。坦克呢？他杀我的话会痛，也太痛了吧！啊啊！这位先生，你到底会不会找掩体？才刚碰到一下火而已，现在3D 直接不见。然后小心一点，如果太多喷火兵的话，我也是有可能会被解决掉的。应该在 C 点，我超讨厌 C 点这班柱子，就想飞一飞就撞上去。哎，月亮还在空中啊，刚刚不是快要白天的感觉吗？看到你了。大半夜一台坦克突然开始屠杀他们自己的队友，真是一件恐怖的事情。
真的很喜欢这台青坦的造型，觉得它很可爱。熊不知道为什么要觉得重坦比较可爱。We were putting a great deal of trust in Zara's capabilities, but I had complete confidence that she would carry the role.最后的奥特曼摇伞，最后的奥特曼要塞在遥远的另外一方。我几乎不是很愿意去那边，除非是飞机。哎，是不是还有敌人？有一台车啦，我你们过来没有办法拿我坦克做什么？开靠近就危险。呜呼！没有办法换散弹版的，什么敌人的感觉？真奇怪。哦，我知道。先把他那个警报器打掉。敌人应该会主动朝我开火。打不到，看到破泥炮了，你要在这边吗？这边有，哦，野战炮，摔回。不少人，我刚望远镜到底怎么看的？一个人都没有啊！我还好啦，我有青坦。阻止不了我啊、哦！原来我刚刚都轰到上半部，下面关键的没有炸掉。怎么了？哎，怎么是你？哎呦！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。订阅千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